要上火车了 ，special 体验啊，我们都走 special 路线。深度旅行 ，special 欢迎上车，谢谢，欢迎上车，谢谢，谢谢互相信任，谢谢互相信任。太开心了、啊！你知道中间过程真的荡到谷底，那个心情我觉得很对不起大家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这个时候你反而哭了。我跟你说，真的哭出来。我们真的就是大家，我们是一个 team， 我们只有 D， 对，突然让我们抓到个机会，我们就会最高。很棒，我觉得那种不责怪彼此的心情是非常重要的，疼惜对方，就算对方做错也觉得真心没有关系，虽然我们真的很想求胜，对，但是对，而且我觉得我们呢、啊、从一开始就不自豪，我们都说我就烂，对，但是我们赢的是什么？就是团结，就团结信任，对，背水一战。我跟你讲，大家真的不要不相信那种团结一心的感觉，我们真的做到了。其实我觉得刚一度是非常开心，开心。其实你真的很棒，你真的很棒。我刚刚真的一度非常开心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从天堂掉到地狱的感觉。就当作因为来越南也是大家可能都是第一次的，真的是很棒。没有坐过火车，有坐过火车吗？坐过火车，搞不好是一个很棒的火车。有坐过吗？没有，他没有说有，他们也没有说。我们可以自己随地就睡，对，我们就当做自己家，反正那种夜车当做一个背包客的感觉。夜车通常人也比较少，对不对？有可能会跑，专门跑来越南就是坐火车吗？不太可能，没有这个机会，真的非常少。是的，好，算是给我们一个体验了，很棒。我觉得蛮好，深度旅行，深度旅行。OK， 我相信我们在火车上应该还是可以玩得很开心。我觉得绝对可以，一定可以。你现在就是准备要坐火车喽，走啦！耶、yeah ！没有啦，不知道啊。我没在啊。我好像只有一个。对啊，就没带啊。要去另外一套衣服。要带衣服吗？对啦。要不要换一个短裤呢 ？OK OK。好了。上火车了 ，special 体验啊，我们都走 special 路线。深度旅行 ，special 欢迎上车，谢谢，欢迎上车。两个重要一个，恭喜恭喜，欢迎上车，好吧，加油，火车见，拜拜，明天早上见，明天早上见，这怎么会有红酒？我们是庆祝的，对啊，我们一点都不觉得这是惩罚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奖励，一路我们会喝的红酒。我们大概9:30就上车、欸。我们有杯纸吗？我们自己想办法。哎，手接手，我们是。